对你们宣传的那句人的灵魂只有一样子的，我觉得我身上也有这么一样子，需要自己找。你怎么每天都不笑啊？你能不能笑一笑我？啊！我讲段子的时候，希望抛出去的每个梗都能想，交朋友也一样，给朋友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要简单直给，懂？是被爱情判了死刑的人，我恨我自己不能表达，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去感受，我不想耽误你。等等我，如果你对这个世界和我都没有感觉，那你就证明给我看。如意，我爱你，特别是你。我现在还是很想跟你讲，用你的抒情障碍想你。